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正言上人那旅足迹。每当上人行脚云嘉地区，最喜欢和老菩萨们谈心互动，不论是在云林联络处或是大林慈济医院的志工佛堂，总是欢笑声满堂。志工们投入当地付出，更让上人感受到大家守护地方的热情使命。尤其大林慈济医院有群医护团队守志奉道，更让上人坚信20多年前在大林筚路蓝缕建设医院，照顾地方乡亲的决定是有价值的。这一回我出门一路过来，看见了菩萨在各地呢用心用爱付出，彼此呢互动，说了好话，总是呢无不都是人人欢喜接受，同时也可以把人品典范啊弘扬出来。每一回啦，我来的时候到了斗六，满堂都是笑声。我也是每一次来，每一次呢总是欢喜快乐的气氛啊，受到了嘉义斗南斗六总是呢在地哭了，每一个人都很纯真，很开朗，很欢喜的分享的。虽然呐、今天没有看到阿童阿童对啊，但是呢总是他的女儿也是一样，那样的幽默，也是那样的说话，人人啊欢喜快乐。常住师父、医师、所有菩萨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上瘾，上瘾！我看到上瘾，我都足欢喜的啊！哎呦，我真滴，30几年前我就带着阿爸阿母去听上瘾开始吼，上瘾讲用果酱的双手来做环保，我非常的欢喜哦，因为我含阿母拢总唔捌字啊。上瘾讲丢滴的功能，碗碗的功能吼，咱等下这环保站个过年吼，三个查甫孙，一个查某孙啊，大家拢我爱咧做环保，啊，我拢爱咧吼。最欢喜的吼，就是讲，咱爷爷爱的，啊车塞的，爷爷就拢伫车底嘛。我就讲阿弥陀佛，啊爷爷就嗯一下，安尼吼，我就最欢喜的吼。咱做环保吼，上面讲做就对啦吼，啊我就认真做，爷爷就好油出啊，蓬蓬多啊。啊即卖吼三个去驾车安尼，用着咱欢喜的手吼，啊来做环保啊。我讲咱大家拢有功能嘞，咱环保站个过年年吼，你看我这手，我都欢喜的吼，上面。少年，地主吼，今年33岁尔啦，啊50岁嫁伫少年遐，咱各地各所在弄迄个环保站，实在是一刀斩的啦。好一挂老菩萨有时间，通我拨出做志工，啊来做回收，啊来分类，安尼，遮等，遐等，啊输遐对咧倒，啊我着对咧等。我袂输细汉时代伫咧办公鸡伙啊咧，细汉咧办公鸡伙啊跳看，啊嘛是爱等者跳者，等者跳者，安尼，吼，足好耍个啦，实在是做环保，互咱身体好。啊，搁无烦恼，嘿！啊，大家
会当来遮捡宝，嘿，分秒不空过，就免住厝的这个这就阿不倒，是不是真哦？这都是地方的文化、人文，而且都是给人呐、的纯真快乐，这是我真爱的。总是呢，来到这里，在这里的生活都是呢很温馨。总是呢，咱爱怎样讲吼，人生呢可以扮演很快乐的角色，不一定他在什么样的阶级，既然对人生有帮助，咱付出都是皆大，所以这叫做生命盘点。生命的盘点呐、感恩各位菩萨，慈济人呐、都爱过好过修，当地人的平安呐、需要呢，就会有慈济人现身哈、这都是爱的用的当地，所以感恩感恩咱也有真多啦，的老菩萨。环保做真好吼，啊，和师父真感恩，这就是真正伫咧守护地球啦，就是做环保，无烦恼，身体健康好。院长就没有注意到，再出来不知道，出来了还那么多要学的。厝边头尾拢有在讲起，可以看到从2003年开始整个水上的人口就再也没有增长过了，一直在衰退。那大林呢，从1996年开始人口都一直不断的在消失，有的是外流到外地去工作了，那有的也许就安详的这样子走了。104年是我来大林的那一年，当时嘉义县就已经是全国老化人口的冠军了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今年内政部公布110年一月底的人口老化指数，嘉义县不仅还是名列冠军，而且大幅领先所有的二三名。这里的老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非常严重。整个人们在老去，这城市也在老去。慢慢的，因为老去，疾病的侵蚀的衰退跟脆弱，就令人格外不忍。1996年这个神奇的数字，对，这一年就是大林镇人口开始下滑的时候。所以说，事实上，大林在这个时候开始动土兴建，2000年落成启用，事实上就肩负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跟一个责任。我们要照顾好这些的老大人。许多的同仁除了挡下让老年人衰败的开始，挽回他们生命以后，让他们再现光彩。我希望能够带这些人跨过黑暗，让老一的团队让他们的功能变好，迈向光明。我们的医院盖在这里，他们所照顾的当地，我总是呢，每一次听到我就很感动，因为我对医疗事业给的也是我表达我所爱的，我要的是守护生命，守护健康，守护爱，这都是医疗的使命啊。每一回来听到医师啦、在分享啊，什么样的重病啊，怎么样的伤啊等等，听啊，我内心呢总是有一股对自己说，我后悔啦，不后悔在这里呢盖了医院呐、真的不后悔，因为呢，医生、护士，大家呢都是守次奉道。咱起码伫遮坐着，这个所在，伫二三十年前啊，遮是一片的甘蔗园。迄、个时代，30多年前啊，有镇长、局长，因也提着
咱地方啊，一地多，都甲我讲，师傅，分家人这大片的土地，无几间病院呢。迄、那个所在人口啦，有偌济都分析互我听。虽然知影这个所在需要，但是呢，这么家乡村，迄当村家，也阁是很有乡下味。但是来到这看到一片土地，我就讲，卡苏爱我来这起病院，上少爱有二十家的土地。回过头来，还是就是我们再早一点，可能第一个预防跌倒之外，还有那骨松的问题，其实也要注意。昨天我才刚去居家医疗看一个90岁的一个阿公，阿公虽然失智了，他没有办法跟我们沟通，不过在看诊的这个完整的过程，他儿子跟我们分享，他说。您大拿出这是挖起起来的。当初哈，他是营造厂的老板，那他印象很深刻。他说上人哈，每个月哦都会来监工，都会来看这个工程。那大家其实也都很战战兢兢。不过他说上人其实很温柔，但是上人都会跟每一个在场的说，一定要盖一个非常坚固而且安全的医院，给未来我们所有的病人。各位亲兄。我们大家都用爱心，把这个工程大成的，把这个出路赶快，用那份的贴心呢，好好的来创造它哦，好好的来疼爱它，关心它，真的是感恩大家哦。今嘛为咱华人，记得按照你的。这汤啊，浓是啊，吃吼，那做无好，水流袂，积水了后吼，这个所在会大山就会乌。本来就是。家在哦，迄个时啦，一念间啦，伫这个所在，看到了这一块土地，期待会当伫遮起一间。甲花莲同款规模的病院，伫这个乡下，现在呢
人口啦不增，也是在老化中啊。不过我很相信，尽管这个地方的人口老化，更是需要去这间病院在家。也看到了我们的医护在这里呢，好像一个家。那个时候呢，林执行长在这个所在负起啊这样的医疗，那很感恩赖院长呢也愿意来接啦。总是呢，在这间病院很稳定的在这里守护健康，守护爱，连连呐、啊、都是稳健的。看到我们的医疗有研究，而且呢有传承，有培养人才，真正是吼，安尼每一年每一次来都是呢让我很安心呐、啊，很放心呐、啊。人生的价值，生命的价值啊，总是呢要有那一份的守自奉道。我这一辈子对我自己生命盘点一下，我对自己啦也是说此生无憾，这世人无遗憾呐、啊，因为我盘点了自己。把自己的生命消化半点起来，到底呢功过多少？功就是功，为人间有付出多少，有对人间的做出多少的好事，不是只有我，大家人都一样。你消化半点起来看看，那真正很真心的心去付出，这但有多少啦。大人啊，总是呢故事很多啦，那尤其是我们的自己培养出来的意思，都是呢开始的都很有承担，也要感恩呢贵体啦资深的医师来到了我们的医疗体系，那生根在当地，家那要请好医生啦，爱安住伊们生活，和伊们家庭啦，会当稳定伫这个所在，和伊有一个真宁静，但是呢。交通爱有方便，真正是真感恩。迄、那个时代啦，安尼个要紧，确实呢，真紧对着咱病院建设啦，这个地方也开始呢，道路开啦。长要到大啦，虽然是。我真用心看周围，灯火拢起来啦。过去呢是规条路暗蒙蒙，即马已经看到人口啦、建设啦，已经进化啦。即马也看到咱病院门口已经无空地啦，遐大路的迄边。已经是拢点名啦，所以有病院的建设，有人口的集合啦，伊迄个头前呢，商机啦就会开始安尼形成起来。所以这都是感觉有一个计划啦，自然呢商机都会不断地加发展起来。看看现在医疗在这个分家林地区啦，
守护着生命，守护着爱，听到啦。高速公路，安尼伫咧过啦。每回我若来听医生伫咧医疗报告，都会听到吼，啊，感恩感恩啊！家在哦，伫这个所在有这间病院。救了多年多的人啊，不是平时的老兵照顾，不是这样而已，是高速公路面顶啦，有什么事情，那个周围哪里有事，就是往大拿上来啦。这个大拿等于是重症的后送医院，这个地方上那有较重重症啦，总是呢，拢会上来咱家，总是呢，安尼守护生命，守护健康，守护爱。但是，我常常拢搁甲医生搁加强一句：用生命守护生命，守护爱。所以，不是这架车。在此大领弟子向您诚挚的发愿，我们会用心照护殷家的长者，打造慈济以人为本的长照高龄照护网，我们会爱心陪伴，营造安居家园，全体大领弟子必定和和互协。这是一个边缘的地区，各位菩萨，你们愿意守护在这个地方，而且真诚的守护的健康，守护的爱，守护的生命，这都是呢我这一辈子啦最爱听的。我今天听到看到了，相信各位医王与菩萨们，你们的发心理念那样的真诚啊！人生还何求呢？我已经呢很感恩，很感动。只要一个心愿，期待各位医王菩萨莫忘今天我们的发心。李燕，感恩，祝福大家。不管是位在田中央的大林慈济医院，还是一群勤俭朴实的环保志工，他们都发心立愿，爱在当地，守志奉道，让大家感受到他们为这块土地的付出，继续守护在当地。谢谢收看今天的节目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